母さん、ボリスのお母さんをインスタで見て、すごい自分のお母さんにちょっと似てる。へぇー、これはまんまで、あんま美味しい。有啲似个花嘅似我妈。西冈星太 ，Lishiyoga Shota， 2004年出世，19岁嘅男 artist， 俾你哋睇下先。喺2021年嘅7月9号，当时咧就有人咧 tag 咗我同佢啦，就话我哋好似样。我出世以嚟好少觉得有一啲人咧系同我似样嘅，我系会望到觉得哇，点解好似我自己咁样嘅？你唔好讲我家姐啊！我答应你未来会过嚟找你拍影片，所以咧我今次一嚟到东京嘅时候，我即刻问佢，我想见佢，跟住佢都想见我。我觉得咧，我听日某程度上咧都系 kind of 系 represent Hong Kong 啊，即系都系代表香港去同一啲日本 artist 交流，所以我都要有翻一啲明星嘅姿态咯。明星嘅姿态，我应该要教佢啲押韵啊，即系教你咁嘅样先。见到日本人咧，有冇啲咩开场白要准备？世界征服，世界征服，我したいです。我したいです。系咩意思啊？我要征服世界。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嚟一个顺利又精彩嘅 conversation 咧？我睇你啦，真系。こんにちは、日本で。咩意思啊？即場翻譯，即場翻譯。而家呢個日本。日本2021年嘅時候已經約佢喺東京見面，點樣講起佢？あ、今ショーで言われましたけど。そう。顔が似てるって話題になって。超似てる。ずっと会いたかった。咩？即場翻譯，即場翻譯。佢話佢好想見你咯，一定都。Me too, me too。即場翻譯完，即場翻譯完。OK。我想知佢一開始認識我嘅時候係咩感覺？哦，すごい。びっくりして。びっくりして。インスタのフォロワーが急に増えて。あ、そうですか。おえと思って。似てるのことが恥ずかしいですか？いや、ちょっとなんか恥ずかしい。自分見てる感じ。我見到你，佢自己會有少少怕醜，因為佢好似望住塊鏡。我都覺得係。出世到而家咧，冇試過覺得有一個人係同我似樣咯。嗯。好冇。Me too。你而家係咪日本嘅 artist 啊 ？Actor。俳優。俳優。演員。咁有冇唱歌跳舞？歌とか踊りとか。できますか？あんまり最近はやってない。我最近ね、呢半年都有去做演員。この半年も俳優やってるよ。見たい、超見たい。我有問題想問。喺日本做 artist 辛唔辛苦？日本で芸能活動することが難しいですか？すごい楽しい。好開心。好開心。いろんなジャンルの仕事が日本にあるから、いろいろ挑戦できる。あ、で、因為佢日本有好多種類唔同，所以佢可以好多唔同嘅挑戰可以玩。映画、ドラマ、舞台、声優。配音。ヒーローアカデミア。我好中意，大好き。超級中意。我想紋身咧，紋個六谷喺個大髀度。Tattoo がしたいって。いや、我會，我會，我會，我會。誰が一番好き？アニメの中にキャラクター。ゾロ。ゾロ。咁樣。佢問你喺邊度讀過導演？我係由 YouTube 開始嘅，跟住出去讀一啲課程，但係都係不斷自己拍咯。すごい。僕も今大學に行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、その映画を学べる大学に行ってる。讀緊 acting。acting course。This is Jeremy。So handsome, Jeremy. Oh, handsome. Yeah, cool. 我介紹你啲日本明星識啊。監督？これの。監督。監督係咩？導演。啊。我希望可以遲啲拍到佢，點講啊？あなたのことは撮りたいって。而家佢哋喺度音樂同好會緊。You like him? Yeah. Famous. 哦 ，OG 嚟噶 ，OG。嗯，昔の。啊，是。ちょっと前。兄弟がいますか？お兄ちゃんとお姉ちゃんがいる。お母さん、ボリスのお母さんをインスタで見て、
すごい自分のお母さんにちょっと似てる。へぇー。これはマークマリアマオキー。いや。いや、DJ。これ发给一起我吗？いや、我家姐。おい。Cute。いや、我細佬、我細佬。おぉ、ちょっと雰囲気違う。はい、これ男朋友。僕の彼氏。いいね。佢麥布隆咗，有啲 vibe 有啲似噶，係有少少，即係可以做到屋企人嘅感覺噶，有種親切感咯，唔知點解。真係我同佢似啲。邊度好噶？你哋呢？正正正正 ，Shota Shota Boris， 道別啦。我哋香港再見點講啊？香港再見點講啊？香港就話 Mata Hong Kong Day。Mata Hong Kong Day。Mata Hong Kong Day。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。OK， 会いしましょう。香港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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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時同大家再見，你同佢講拜拜。拜拜。好開心。真好開心！我由二一年嗰陣同佢講話，我喺東京一定會揾佢，而又真係揾到佢。我一開始見佢嘅時候咧，我係好驚佢會覺得好惡或者咩，因為佢都從來冇一個香港嘅朋友，我都冇試過認識一啲日本人做朋友咁樣啦。佢嘅熱情咧係比我想中大好多咯，即係我好想見到佢，同時佢真係好想見到我咯，係有一種好。莫名其妙的親切感，我不知道，真的我想大家的生活上都未必會這麼突然會有個人跟自己似樣，還要是外國人，而是有一種莫名其妙的 connect， 我不知道為什麼。 connect 就是你平時去廁所的時候望著塊鏡的 connect。 我挺 surprise 他做 artist 的行業裡面他是覺得很開心，我想著他一些新的人入行可能會很大壓力啊，或者會可能他會分享一些不開心，但是我 feel 到他是真的沒什麼很大的壓力，而是真的挺 enjoy 去挑戰不同的東西。我覺得他很純粹，我覺得他是很厲害的人跳力，所以這個是一個瘋狂的紀錄，一個我覺得這個世界其中一個發生在我身上最神奇的，所以就是正，再見了。搭車啊！搭車啊！有冇得走啊？